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2011年的韩剧，叫做《需要浪漫》。看完它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恋爱，甜的到位，作的真实。女主角面临的选择，你们肯定也都经历过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前情提要，你是一名高级酒店经理，有一个相恋10年的导演男友，你们对彼此是如此熟悉，以至于아무런느낌이없었다。男友的事业此时刚刚有些起色，在电影界初露头角，你发现他和新电影的女演员有些暧昧，怀疑他出轨了。而你身边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恋情对象，弟弟，他是你们酒店的新入职员工，你作为导师带他工作了1年。在他选择辞职这天，他表白了，并且表示愿意跟你地下恋情。半推半就之下，你们接吻了。이러면안된다，난사랑하는사람이있다。接着你坐实了导演男友已经出轨，现在轮到你选了。 Round one。 你可能会心有不甘，愤愤不平，和他开始互相折磨。 Round two。 也可能会微笑转身，大方放手。但是你懂的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。更多后续互动剧情，请前往 B 站搜索今天也有新发现。祝大家开工顺利，平平安安。